觉得我们要先找个地方躲起来，先去洞穴里面。点火，没妹子，心脏变得比较大，不用妹子啊。你在这边吃个宵夜。我们昨天去拿到一件黄金甲，是黄金是吗？哇，放在哪里？会不会显示？刀防斧拿到，对啊，我们刚去一间房间里面。顺便烤肉。不用啦，没有很饿。啊，昨天拿到很多东西。然后昨天那个老茶帮我们刷了一堆物资，啊，连散弹枪都有。基本上我们在这个游戏已经无敌了。如果像现在这样中途加进去，那也会有这些东西吗？不会，能加我的就是全部都是重新开始的。嗯，那不就要回去拿？对啊，至少我们可以带你去拿之类的啊。